互相关心，互助合作，职场上同心协力啊，工作表现很好哦。注意资源分配与人际公平的问题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朱老师，欢迎收看9月2号 Today 三分钟星座日运，每天三分钟啊，掌握一天好运气哦。待会呢，我们在揭晓运势的时候分四组哦，第一组爱情人际运 Top 3， 第二组工作运 Top 3， 第三组财运 Top 3， 第四组啊，是我要提醒你的加强戒备组，同时参考你的太阳星座跟你的上升星座。一开始啊，我们来揭晓爱情人际运 Top 3， 上榜第三名巨蟹座，远方海外贵人出现哦。今天呢，似乎有远方海外的缘分哦，远方的朋友主动联络，可能带来工作事业上的机会，也带来乐观正向的心情。爱情人际运呢，上榜的第二名呢，金牛座，朋友热络，桃花朵朵，参与老同学朋友圈互动，参加团体聚会，今天人际关系很旺哦，有机会从朋友圈认识感觉不错的人。爱情人际运呢，上榜的第一名呢，双鱼座，情人温柔，恋情升温哦。有另外一半的双鱼座啊，与对方互动甜蜜，单身的双鱼呢，注意是不是有人很关心你啊，今天呢，生活步调啊，比较慵懒舒适。接着我们来揭晓工作运 Top 3，上榜的第三名呢，处女座，朋友互助，带旺事业哦。职场中呢，与主管上司啊有共同的理念，同时呢，也可以跟同温层的朋友联系哦，交换情报，都能够为工作带来助力。工作运呢，上榜的第二名呢，射手座，运用人脉策略联盟，今天会处理很多啊跨部门合作，争取外部资源，透过策略联盟能够借力使力啊，带来好成绩，也会让你呢在职场当中啊备受瞩目。工作运呢，上榜的第一名呢是水瓶座，温柔关怀，团队合作，在职场当中啊，跟同事啊、伙伴啊如家人般温馨的相处，温暖的关心身边的人，工作上啊事半功倍，也会为自己带来利多的消息。接着呢，我们来揭晓财运 Top 3，上榜的第三名呢，双子座，长袖善舞，正财走旺，花时间整理一下突如其来的灵感哦，主动出击，多多与客户联系，透过情感的交流拉近彼此的距离，带来正财运。财运呢，上榜的第二名呢，狮子座，工作运旺，财神降临哦，在职场当中呢，有意料不到的好事发生哦，而且朋友帮忙啊，能够带旺财运，财源滚滚而来，把握机会。财运呢，上榜的第一名呢，天蝎座，远地运旺，带来利多，远方捎来好消息，特别呢是从事海外贸易工作的天蝎更明显哦，朋友伴侣呢也互相牵线啊，带来好事。最后呢，我们来揭晓加强戒备的这一组，上榜的第三名，牡羊座，家人伴侣啊，注意口气，要特别注意啊，与伴侣家人的讲话的口气哦，可能会引起别人的情绪化的反应，太任性了也会引起别人的不满哦。加强戒备呢，上榜的第二名呢，摩羯座，放下冷酷，温柔体会，今天多注意与身边亲近的人的互动，把事情做对之外呢，要多多关注身边的人的感受，一句问候与感谢啊，当下立即化解矛盾。加强戒备呢，上榜的第一名啊，天秤座，职场沟通理念不同，职场当中呢与上司主管的理念不同，沟通起来啊有进退两难的情况哦，今天呢仍有人呢暗中支持你哦，做好幕后准备的工作。更多呢整体星座运势与天象分析的内容呢，请参考影片页面内文栏中的连结哦。有任何的建议与想法，也欢迎留言给我们，也请所有的好朋友们呢记得按赞分享订阅 Light Today 官方账号，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8点准时上线，记得天天收看，我们明天见。